老铁们啊，这是一个别墅区啊，老铁们，这是一个别墅区。然后呢，这里发生啥了呢？一个小女孩，感谢我姐啊，一个小女孩被害了。啊，家人们，一个小女孩被害了，被谁害的呢？被这里面的一个住户给害的。害死了之后啊，害死了之后，然后啊，这男的跳井自杀了。跳井自杀了，这个小孩也就是十二三岁那样吧，12、13岁那样吧，杀死了不说啊，还用各种法器，就是说那种，就是特别奇怪的东西啊，往他身上扎，死了之后，所以说这个女孩啊，哎，还有兄弟们啊，后来据听说又来了一个，会点法术的兄弟们啊，然后把这小女孩给封印起来了。不知道封印哪了，因为这个小女孩，就是她非常非常的什么愤怒，她已经变成恶魔了，兄弟们啊，就是说非常凶狠，看着男的就想报仇，看着男的就想报仇，这个井啊都已经死好几个人了，兄弟们，听着就狠，然后这个男的跳井自杀之后也变成魔了，听说也被人封印起来了，所以说今天晚上贺着就带你们一探究竟，来。兄弟们，听完这扣个一，来，喜蛋系上。我讲故事吧，没有他们讲的像那么墨迹，我讲的非常快。听完没，家人们？听完这扣个一来，兄弟们，听完事了是不？好，上车回家，完事了。完事了，我就是讲故事主播呀。感谢我亲爱的送来的么么哒。我就是讲故事主播呀，是的，冰姐，我就是讲故事主播呀，家人们，我的故事讲完，我该上车了。你看啊，我给你们看一眼，兄弟们啊，你看啊，你看这面啥样？裤子都脱了，你给我整这出。你看这面啥样，然后你们再看这面啥样，兄弟们啊。你们看阴气重不重？欢迎我新人宝贝儿，欢迎小杨，直播间老铁们有幸运礼物，你们走一走，兄弟们中点奖啊。还有那个别小礼物啥的，666么么哒啥的，帮贺的上一上，家人们。礼轻情意重，喝水也香甜，家人们。你看这阴气重不？你看这阴气重不？这边有别墅，小哥啊，欢迎小哥啊，啥时候来也不知道。小鱼儿、泡泡姐，欢迎你们。我喜欢喝茶，你不喜欢喝酒吗？看这阴气多重，都结束了，家人们撤吧。对。注意安全。还有铁子们没听着故事的啊，一会儿人多了我再跟你讲。对呀。一会儿人多了我再跟你们讲，家人们啊。我靠。看着没，飞机的别墅区。欢迎玫瑰，欢迎流氓兔，欢迎你没梦想了吗？欢迎我直播间说到朋友们。我怎么听有动静呢？哎，这边是别墅，老铁们。现在就不知道是在哪个别墅啊，被害的啊。现在就不知道哪个别墅被害的，老铁们，明天早点来呀，我给你们讲故事，行不行？好久没来了，哥，欢迎啊！看这别墅，老铁们，下一幕。下一步，兄弟们，我操！这两个都被封印了啊，老铁们，这个两个都被封印了，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啊！我现在我最害怕的是啥，你知道吗，家人们？我现在我就害怕那个黑的出来，兄弟们啊，他已经成魔了，
他已经成魔了，老他妈狠了。你说他有杀人的心啊，他得有多狠？我操你妈！谁？操你妈！谁？疯寡的，对吧？听着没？听着没，家人们？刚进来啊，刚进来。反正我是听见了，铁子们啊，别着急，一会儿啊，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些人的故事。等突破2000人呢，行不行？啊，老铁们，行的扣个一，家人们啊，等突破2000人，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些人的故事，老铁们。啊，因为有好多人没听着，只要你听着了啊，这个地方你就感觉忒狠了。小哥，感谢啊，倩儿姐，直播间大哥大姐有666的帮你鹤立走一个，家人们，还差他们两个特效突破50万票，家人们，欢迎我秋哥，欢迎小鱼，有能力的帮鹤立上一上。别着急，老铁们啊！别着急，欢迎我40000哥，好久不见啊！老铁们，我说了啊，突破2000人，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地方的故事，你就知道这地方有多狠了啊！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感谢道南，我兄弟啊，谢我道南，听着没？听着动静没？欢迎魔道老头，欢迎看不说话。我听着了，兄弟们，欢迎魔性女王。有人吗？有人吗？我是户外探险战神鹤啊，听着没？看着没封条没，老铁们？我是户外探险战神鹤啊，专收拾你这些孤魂野鬼啊！都他妈给我低调点儿！哎，我操！这么多精了呢？这么多精了呢？看着没？家人们啊，我跟你们讲个事儿啊，兄弟们，记住啊，谁呀？无论是我家老铁们谁家装修的话啊，无论是我家老铁们谁家装修的话，记住啊，镜子不能冲门啊，而且房间里不能有太多的镜子。啊，听懂了吗，家人们？姓贺的啊，姓贺的，听懂的扣个一，家人们。我真听着走道声，老铁们。我真听着走道声，你们听见了吗？我他妈真听着走道声，兄弟们。
谁呀？谁呀？马上突破2000人了啊，兄弟们，马上给你们讲故事了啊，别着急。是个男的，是不？不突破2000人，我不给你们讲。啊，因为刚才我已经讲过一遍了。听说找到什么没？反正我是听着了。谁？谁？谁？我操！我操你！幻觉，都是幻觉，这地方没有护栏呢，兄弟们，这地方没有护栏呢，掉下去就废了。操你妈！谁呀？谁呀？慢点儿。有人吗？马上突破2000人了。来，家人不等了啊。给你们讲一遍，来，兄弟们，再来扣个一，来，啊，给你们讲一遍，兄弟们，来，再来扣个一，啊，没听着的扣个一，兄弟们啊，来，家人们啊，这是一个废弃的别墅区，兄弟们啊，废弃的别墅区，然后呢，有一家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啊，就被邻居家的别墅区的邻居家的啊，一个光棍的老男人啊，但他非常有钱。被他看上了，然后就被这男的给害死了。啊，他用了很多啊各种泰国的什么啊那种什么就是法器啊，往他身上扎，啊往他身上扎，给扎死了。扎死了之后还继续扎，扎的身上全是眼儿。啊，这男的非常变态。然后这个小孩啊，扎死了之后啊，这个男的就投井自杀了。现在这口井啊在哪儿不知道啊，现在这口井在哪儿不知道，兄弟们啊，投井自杀了。然后后来呀，不知道谁啊来了之后把这个小孩给封印在里面的，听说这男的啊也当时也被封印在里面的，兄弟们。所以说啊，这个男的非常凶，后来这个女孩也非常凶，老铁们啊，他现在只要一看着男的啊、哦，就想把他给害死。只要一看到男的，就想把他给害死。幸好我是女人。老铁，挺恐怖的一件事，不是？啊，别管我叫贺哥了，今天啊，管我叫贺姐。
在你后面呢，给哪呢？啊，幸好我是女人啊，幸好我是女人。对，我叫贺姐，今天啊，今晚太吓人了，兄弟们，我今天怕他给我害死了啊，他看着咋办，我不可能，小孩儿啊，十一二岁小孩儿。这屋里不可能有，兄弟们，咱们现在去找封印啊，咱们现在去找封印那个东西，听着，听着，得扣个一来，真有动静，真有动静。不对，这个楼不对，老铁们。哦，这个楼不对。谁呀？不对，前两天我一咳嗽，直播间全是带响的。现在剩我一个人，咋的？咳嗽不好使了。啊？感谢我分姐，老铁们，土拨鼠，帮我走一走。不送了，我这个咽炎啊，咽炎不对，这楼里没有。啊，我这咽炎犯了，我这咳嗽一宿废了，刷倾家荡产的。谢我幺五三大哥啊、哦！其实咱家老铁还挺多，兄弟们，那个来都别着急，一会儿再给你们讲一遍啊、哦，这故事。还有老铁们不嫌麻烦，你们告诉他们，好不好？不对，这楼不对，不是这个别墅，在这边有。欢迎我这边说大宝们啊！这是啥路灯啊？这个不像啊！哎，小哥，谁？啊？看这橘子。老铁们啊，来，我给你们看一眼呢，家人们。你说，如果这地方，兄弟们啊，如果这地方，如果要是不狠的话，兄弟们，就是但凡谁家树上有橘子，都这时候了，没人摘，兄弟们，对不对？你看这橘子，我说对不，老铁们？操你妈，太吓人了！上哪儿去？我操！这家伙上吊去了！啊？这他妈家伙上吊绳了呢？我操！喜欢你喝的扣个一来，喜欢你喝的扣个一来，不扣我都真的啊！我兄弟，我他妈今天勒死这儿。喜欢你喝的扣个一来，家人不喜欢我的，我都勒死这儿啊！啊？
谢谢家人们，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那这个白绳肯定有说头啊，弄高点才行，你滚犊子，纯王八。这肯定是勒死过人的，兄弟们，是不是这个别墅啊？是不是这个别墅啊？越往这边走越就知道吓我，没有没有，越往这边走越乌漆糟糟的。哎呀，这有点像啊，这有点像啊。我靠，我靠，我靠。哎，我操你妈，盖上盖上盖上动了呢，我操你妈，它这动了呢，啊，我操，我操。我操！这是井吗，老铁们？这是井吗，家人们？哎呦，我操你妈！有东西，兄弟们！来，我再周围看看啊。来，我再走回看看兄弟们啊！想看那口我移来，兄弟们来，这里面有封印，老铁们，这里面有封印。我操！我操你妈的！我操你妈的！快给他盖上！真有动静儿！哦，它里面真有动静儿，黑色的，有东西吗？有东西吗？咱们找的现在都终于出来了，兄弟们啊！今天我要找的就是这个，老铁们啊！我要找的就是这个，有手吗？有手吗？有黑色的衣服，我咋没注意呢？得看看来，得看看。操你妈的！别怕，兄弟们啊，黑色的衣服，那应该在这里面镇着呢啊。哎，我操！我操你妈！别让他爬出来，兄弟们！我操妈，真有兄弟们！看着的扣我一，家人们来，看着的扣我一，兄弟们！欢迎我董，欢迎我小董，欢迎我铁子！我操你妈的！别让他爬出来，家人们啊！别让他爬出来！来，兄弟们啊！现在咱找那小女孩啊，被封印在哪儿了？踢人管理啊，踢人，操你个妈的，不要影响我心情啊，你他妈黑粉啊。踢人啊。
不要影响我家老铁们心情啊、哦！你爹没直播，操你妈，别来我这黑啊、哦！你妈了个臭逼的！完事了，回家没？啊、哦，没有。欢迎我董哥，欢迎我直播间收到的朋友们啊、哦！来，家人们，溜溜走一走，来，兄弟们，让这帮黑粉看看，来，咱直播间实力，兄弟们！来，家人们，带个头来！感谢分级，来，兄弟们，溜溜溜走一走，来，兄弟们，来！先别管他啊，咱们找那小女孩儿，兄弟们啊，欢迎狼哥啊！别出来了，没事儿，就一个人给面子吗？嗯、啊，感谢我执法堂2000多人，兄弟们，就一个给面子的吗？家人，两个人给面子吗？家人们，我感觉他要出来，咱不能给他放出来，兄弟们啊，咱不能给他放出来。感谢我月姐，没支持啊！我操！感谢我姐啊，送来666，谢我姐，欢迎我直播间收到的朋友们啊！黄纸没了，啥黄纸没了？什么黄纸没了？是不是？感谢。好像出来俩脚，真的假的，兄弟们？啊？那符没了呗？你说那一人符没了呗？我操！哎呦我操啊！谁说没有的？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这不在这儿呢吗？我操啊！我操你妈的！我操！那黄纸快要没了，没了我就废了，兄弟们啊！没了他就出来了，啊，没了他就出来了啊！操你妈的，太吓人了，兄弟们！啊、哦，我先找那个啊，我先找那个啊。讲故事我讲好几遍了，现在一会儿再讲啊，兄弟们啊，一会儿再讲，兄弟们啊，我已经讲好几遍了，我现在我找那个封印的老铁们啊，我现在我找那封印的啊，兄弟们，我操，听着没？啊？
听着不吓人吗？我操他妈！谁？能吗？能丢掉了吗？没掉，没掉，老弟，没掉，啊，没掉，家人们，操你妈！谁后面摸我一下了，兄弟们？啊，谁后面摸我一下了？啊，这点儿得凶了。走三楼看看来。是不是这路啊？啊！听到里面声，操你妈的！没有扶手，小心点儿。2016年晚11:59。
吴小西啊，不是，是叫吴小西还叫吴小倩这阵儿？吓人吗？我操，差点没掉下去，家人们！我操！我操你妈，差点没掉下去！我操！差点没掉下去，家人们啊！哎呦，我操啊！小心，好。欢迎我是维叔啊，朋友们，小心点儿，好。欢迎我是维叔的老铁们，兄弟们，这里面有东西。来，进去不，家人们，进去不。里面啥也没有啊！里面啥也没有啊，兄弟们！躺着呢，有吗？有东西吗，家人们？哪有啊？哪有啊？真进呐！我操！我干鸡毛不进呐！我必须得进呐！孩子，你是被封印里面了吗？你是被封印里面了吗？这是血不，兄弟们？你是不是被封印在里面了？哎，是的话，你点个头。我操！不对，现在这里面不止一个兄弟们啊，这里面不止一个，还有别的呢，还有别的呢，老铁们啊，不止一个，现在不止一个，听着。
听着没，兄弟们？我操，是不是那个出来了？啊？是不是那个出来了？我操！先有两个封印，老弟们啊，这里面有两个封印。看着没，兄弟们！我操你妈的！忒他妈凶了，兄弟们啊！好几个现在兄弟们啊，现在这里面好几个。现在这里面好几个。我现在都害怕掉下去，兄弟们，看着没？掉下去就废了。吴小倩儿啊，是叫吴小倩儿吗？是你吗？你别害我啊！还叫吴小西呀？你别害我啊！你现在你一推我，我就掉下去啊！千万别害我啊！叫小西还叫吴小倩儿？啊？听着，同志们！听着，同志们，兄弟们，老铁们，我给他放出来不？谁点拉不知道，长明灯，兄弟们啊，我给他放出来不？啊，兄弟们，小孩儿啊，别说不是什么好鸟，是一个小孩儿，啊，是一个小孩儿。12岁啊，被这个男的给害死了，兄弟们啊，12岁被这男的给害死了，操他妈，他也挺惨的，老铁们啊，放好可怜孩子，你们可能谁也没听到这里面的故事，兄弟们啊，可能谁也没听到这里面的故事。
看着没？这上面啊，用朱砂，用朱砂给定里面的，看着没，家人们？用朱砂给定里面的。孩子，我要是把你放出来的话，你能不能害人？听到走道声了没？听着没，兄弟们？听着的扣个一来。我咋感觉那黑的出来了呢？真的，兄弟们啊，我咋感觉那黑的出来了呢？那个符已经快烂了啊！那个符已经快烂了。成魔会害人的，老顶，我先把这孩子给他放出来啊，我看能咋的。哦，小女孩没反应了，没有动静了，听着，一直有声音，兄弟们，一直有声音，听着没？好，老顶，听着得扣个一，家人们。听着刷刷的，反正我是听着了，啊，反正我是听着了，家人们啊，操你妈，谁？谁？我操！谁？我呀！我操你妈！我呀！我操你妈！我操！操你妈！在这儿呢！操他妈！真给放出来了，兄弟们！啊，真给放出来了，家人们，真给放出来了！真给。蹦我来了，蹦我来了，在我后面的，看着没，兄弟们，看着没，扣个一来。我操！蹦我来了！我操！我操你妈！不对，兄弟们，不对，老弟们，给放出来了！啊，操你妈，真给放出来了！这盖儿没开呀，这盖儿没开呀！你妈的！
看着外面这里面瘴气，老铁们。哦，看着这里面瘴气没，兄弟们。看着没，家人们。操你妈的！操你妈出来的兄弟们，我操我操刚才那位兄弟们，完了废了，全他妈要放出来了，家人们。转轴虎式那是我虎式吗？兄弟们，我他妈也不故意，我不是带你们探险吗？家人们，那他妈咋整啊？啊？我不是带你们探险吗？家人们，那咋整啊？兄弟们，我他妈也不是有意的。老铁们都想看，都想看，我也不是有意的，老铁们，对不对？听着。听着，听着没？我操你妈！啊！我操！你妈的完了完了家人们妈逼这不惹祸了吗铁子们啊老铁们是他妈惹祸了吧惹祸的扣我一家人们是他妈我操我操你妈我操这他妈不惹祸了吗我操你妈跟过来了哦，跟过来了，家人们！我操你妈，这下废了，兄弟们！这下他妈废了！这下废了，家人们！操你妈，我过去看看，老铁们！老铁们啊、哦，兄弟们，我为了给这位老铁，我走一眼，我走一下，看一下，啊，老铁们想看的时候都扣一。今天晚上祸我惹的啊，跟你们没关系啊，往我身上推就完事儿了。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抗贺的怎么惹祸，怎能圆的家人们啊，你就抗贺了就完事儿了。来，直播间所有喜欢你贺的扣个一来，家人们。我看有多少家人们啊、哦？所有喜欢你贺的扣个一，就这两个吗，兄弟们？就这两个铁子吗？不可能！再看看来，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欢迎老铁们。里面没有烟了，里面没有烟了。妈了个逼！我能死字不？我摊上大字了。操！这点逼坎坷我他妈整不了啊！我能死字不？今天晚上我跳井里去，我看我能死字不？我看能给我推下去不？多大点逼事儿啊！多大点逼事儿啊！
来吧，把我整死吧，来把我整死，来，谁？操你妈！谁？妈了个逼的！你别去掉里头，我妈出不来！我操你妈！我掉里，我死字儿啊！我掉里，我死字儿。没事儿。操你妈的，不对劲儿呢！操你妈！听着脚步声没，兄弟们？听着脚步声没？听着没，兄弟们？啊？听脚步声没？操他妈的！谁？笑你妈的！你不出来了吗？嗯，来呀！你不出来了吗？来呀！你们没听着我讲故事，哥啊，老铁们，有好多人都没听着我讲故事。你要听着我讲完故事，你就知道这地方多狠了。听着，听着。听着没，兄弟们，听着没？说说故事，一会儿的啊，兄弟们啊，一会儿的。没有烟了，没有烟了。没有烟了！哎呦，我操你！我操你妈！我操！我操你妈！操你妈！是那个不，家人们？是不是那个，兄弟们？想听故事的扣个一来，家人们来。想听故事的扣个一来，家人们。想听的扣个一来，兄弟们来。老铁们啊，这是一个别墅区啊，一共就几家。老铁们准备好门票，家人们啊，哥哥姐姐们准备好，别耽误看直播。啊，感谢你们啊。这是一个别墅区，兄弟们啊。老铁们啊。这个小女孩啊，被一个老光棍给害死了，兄弟们，害死了之后啊，这个老光棍投井自杀了，啊，投井自杀了，然后呢，啊，被一个，修个道的一个封印在里面了，啊，封印在里面了，所以说这个女孩和这个楼道全封印在里面的，家人们啊，我操，吓死我了，我讲的快啊。玩你妈了个逼，滚！操你妈的，玩不玩不玩的，别鸡巴来，有能耐！来，家人们，有票上一上来，家人们，继续干啊！我他妈给我家老铁直播呢，玩玩，六块钱没有，我操！真鸡巴可怜。来，西游记哥的威武霸气，西游记哥，来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宝哥的三个绑架人们来，感谢分解，来兄弟们，有票的三个绑架人们来。
秋兰哥，该吃吃啊。欢迎我是被说的朋友，秀兰哥的支持。我操！我操！怎么又冒烟了呢？啊？怎么又冒烟了呢？我操！咦，我操！哎呦，我操，越来越大了，兄弟们看着没？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兄弟们啊！我今天我去上跟前去，我兄弟，我看能把我推下去吧？啊，我看能把我推下去吧，老铁们。我把你放出来的，来，来，我把你放出来的，你干我来，你干我来，来，你干我来，什么味儿？臭的狐狸呢？怎么臭的狐狸呢？妈了逼！以前我人缘挺好，操他妈的，咋的呢？这两天我操你妈的，一次门票都他妈的逼玩玩的，玩你妈了个逼的呗！操你妈，睡死你！操！怎么鸡巴回事呢？这两天这个鸡巴带节奏，操你妈的！六块钱没有活了，干你妈了个逼，死了得了，操你妈的，替好人，你都不如我儿子，我儿他妈兜里还揣他妈百八的呢，全是人气，我看他啥时候能散了啊，家人们，我看他啥时候能散了。直播间咱家哥哥姐姐们来，有票的帮客的上一上来，家人们，十二点了，帮客的打个榜来，老铁们。哦，感谢我鸡哥，烟越来越大了。来，铁子们来，帮客打个榜来，家人们。还有吗，兄弟们？小礼物走一走，家人们来。感谢我文杰，来呀，我把你放出来的，能鸡巴咋的？啊！我把你放出来，能鸡巴咋的？来，出来，来，来呀！走，上楼把那给放了。个逼！操！全放了。全放了，欢迎我直接说大朋友啊，
放出来了，好，放出来了，是你小孩不？是你小孩不，家人们？啊？是小孩不？穿红色衣服了，兄弟们，是得扣个一来，家人们。排长，你在后面呢吗？你是被封印在里边了吗？被这男的给害死的，对吗？叔叔帮你报仇，操你妈，把他灭了，行不行？你别怕啊，来，回头再看一眼，来，我看你一眼，你别怕啊。听着了吗？我怎么没听着呢？我怎么没听见呢？我怎么没有听见呢？家人们，说了吗？我没有听见。我操你妈！我操你妈！真给我干下去了，家人们！真给我干下去了！真我干预了，我操他妈的！哎呦我操，真我干预了，兄弟们，幸好他妈体格大点，卡那儿了，我操，给我卡迷糊了，兄弟们，给我卡迷糊了，黏膜太坏了是吧？我操，那太突然了，哎。
兄弟们。听着没，家人们，我操你妈，我操，我操你妈，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我操你妈的，出来了，操你妈的，不是小女孩，听这声不像，不像小女孩，兄弟们啊！听这声不像小女孩，家人们，直播间这么尴尬吗？今天来，兄弟们，有票的上一上来，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喜欢你和的老铁们来，有票的支持一下来，家人们。有没有带头的家人们来？感谢我鸡哥，我操，两个和刘二我哥啊，还有吗？家人们来帮你喝的上一上来，家人们两个了。操你妈，过来了，过来了，兄弟们还有没有？家人们，感谢我姐啊，感谢鸡哥来了，帮我来了，操你妈，帮我来了。帮我来了！我操你妈的！我操你妈的！怎么连红带黑的呢？我操你妈的！怎么连红带黑的呢？啊！是帮我来了不？啊，连红带黑呀，我操啊。看着没，兄弟们，要拿那玩意勒死我咋的呀？啊，要勒死我咋的呀？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家人们，操他妈的，帮我来的。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啊，不招啊，不招，今天干死拉鸡巴倒，不招，肯定不招，肯定不招。欢迎我千春啊！哥哥姐姐们有礼物的走一走，家人们。啊，哥姐们有礼物的走一走来，家人们，感谢我亲爱的啊，谢谢。来，兄弟们来，还有没？家人们，感谢我鸡哥，来了，蹦我来了，放出来了，彻底放出来了，兄弟们，蹦我来了，操他妈的，蹦我来了。
去你妈了个逼的吧，问我来了，不知好歹干死他，对不对？感谢我鸡哥啊，他不知好歹我就干死他，操你妈我就给他灭了。他勒着我跑哪去了？怎么雾气昭昭的呢？怎么雾气昭昭的呢？跑哪去了？有点迷糊了，有点迷糊了。没有啊，没有啊，小心，没事姐，啊，没事，感谢我姐啊，这回去看看来，回去看看。不撤，不撤，家人们有票支持一下，就为了挣点逼钱，老铁们啊，就为了挣点逼钱就玩命，兄弟们认为你喝的也行，兄弟们就支持一下啊，老铁们别怕，有我在别怕。操你妈，我以为是蛇呢，这个啊，我以为是蛇呢。上去来看咋回事，我看这几个还冒烟吧，注意后面，没事小心点儿，现在的好好放心吧。我操，这里面都啥呀，这里面都啥呀，看不清啊，老铁们能看清里边是啥吗？卡这儿了啊、哦！卡这儿，我他妈体格大，卡这儿了。看着没，兄弟们，能看清里边是啥吗？你小心，没事儿。我要看到照片，有人说话，我放个屁啊、嗯！我放个屁，谁说话了？听着，听着，兄弟！哎呦，我操！我操！来了，来了，家人们来了！我操！我操！我操！想勒死你，是不？我操！别怕，兄弟们啊，别怕，有我在，有我在，别怕啊！不怕光，一点不怕光，现在他一点不怕光，请先去。不行，
这逼好像很凶，回吧。没有票不回。啊，不回。对了，没事儿。啊，没事，不用不念你。老灭他吧，兄弟们，灭他和我依赖。我知道老铁们都想让我灭，都想看我灭啊。我知道老铁们都想看我灭，兄弟们想灭的扣个一来。来家人灭的扣个一来家人们。来我召唤我的宝剑啊，我他妈给他灭了。哦，我他妈给他灭了。我召唤我的宝剑来。啊，铁子们想看的扣个一啊。我召唤我的宝剑啊，兄弟们。我召唤我的宝剑，我要给他灭了。行不行？来家人们，有票的上一上来，兄弟们来。给我增加点法力。感谢我鸡哥，谢我鸡哥，还有没家人们？一起上一上。来家人们来，还有没有兄弟们来一起上一上来，小礼物走一走啊。怎么听我灭你你害怕了啊？听我灭你害怕了啊？来兄弟们来，有票的上一上来，家人们，感谢小人物啊，谢我小人物。家人们还有没来帮贺的上一上来，家人们，就我哥一个特效。还有吗，铁子们？我给他灭完事儿的上车。啊，给他，我必先必须给灭了。啊，必须给他灭了。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有小礼物帮贺的走一走。还有没有带头的兄弟们来？害人的我必须要灭啊，老铁们，害人的我必须要灭啊。来兄弟们，666往后走一个，来家人们来。给我打打气儿来。都是我鸡哥啊，感谢我鸡哥。谢我小人物啊，感谢我哥啊。感谢我亲爱的送来666三个。还有没家人们帮客人往上走一走。我要召唤我的宝剑啊，家人们，你看我怎么给他灭了。
后面的好朋友还有吗？感谢我狼哥。来家人们，666往后再凑一凑，来家人们，来。啊、哦、666往后再凑一凑，来家人们。给老新增加点法力，来。移动200倍，这哥们儿，紫瓦堂我兄弟。感谢我亲爱的送来的卢特女士。兄弟，你整几个666，紫瓦堂，中这么多200倍。来，家人们，666走一走来。感谢啊，谢一凡，感谢支持。感谢我鸡哥啊。感谢我狼哥。来，我们的不能的那个不能的那个不能的那个不能的不能的那个不能的不能的那个不能的不能的宝剑来，是咱家这把宝剑吗？兄弟们，是的，扣个一来，是的，扣个一来，兄弟们，欢迎我直播间收到龙吗啊。感谢呼伦啊，谢谢。欢迎我直播间收到老铁们啊。感谢狼哥啊，谢谢我狼哥。第一位真火啊，来。别误伤小女孩，放心吧，灭的是黑的啊、哦、灭的是黑的，兄弟们啊、哦、跟小女孩没关系啊、哦、我们的不能行动，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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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被真火啊、哦！牛逼的和我一，兄弟们来！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啊！来吧！操你妈！你嘚瑟来！第二位真火啊！直接三位真火干死的兄弟们啊，别再留一点余地啊。恭喜老铁200倍啊。兄弟们喜欢这个主播的666走一走，家人们啊，666走一走，家人们好不好？感谢我现在的送来666。来兄弟们来。666走一走，家人们来。谢我鸡哥啊。感谢我狼哥。
第二位正火兄弟们啊，第三位正火直接干死他。来，家人们，再来扣个一。贺家军说的老铁们，来，再来扣个一，来，家人们，来。第三位正火，老铁们啊，准备一下啊！念咒语直接灭他啊，兄弟们！感谢家人的支持啊！来，我们这边的。大黑烟是不？感谢王牌啊，感谢胡伦，感谢紫薇说的好朋友们啊，看我灭不灭的就完事了啊，恶臭，哦，恶臭，看着没兄弟们，谁是大黑烟？谁是大黑烟啊？楼上还有一个小女孩，老铁们啊，还有个小女孩。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啊！直播间哥哥姐姐有礼物的帮你客上一上，兄弟们，今天晚上他妈不咋好啊，兄弟们，我这人要礼物的要的都比较实在，兄弟们啊，不像别人拐弯抹角，我的都是要，兄弟们，对不对？感谢我鸡哥。我现在灰都不剩，兄弟们啊、哦！你看我这三位正火厉害不？回吧，亲爱的，我得坚持一会儿，哦、我得坚持一会儿，哦，得坚持一会儿。感谢我亲爱的送来的666啊、哦！兄弟们还有没？家人们，看看小女孩，来。想看小女孩的扣个一，来，家人们。啊，想看小女孩的扣个一，老铁们。我让她现个真身啊。想看小女孩的扣个一，老铁们。想看小女孩的扣个一，来。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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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孩子，是你不？现在你解脱了，敌那恶人已经被我灭了，你愿意跟我走不？我可以救你啊，但是看你的造化，行不行？来，兄弟们，来啊，老铁们，帮他得扣个一，我看有多少啊，想帮他得扣个一，我看有多少。没有多少我就撤，老铁们啊，没有多少我就撤，老铁们啊，因为这个需要法力，这个需要加持，需要那人嘛啊，也需要你们的礼物，老铁们啊，998是一炷香火，但是贺子直播间不需要，老铁们啊、哦，有想帮助的老铁们来上一上，上一个特效来，家人们，感谢我印证哥，
挺可怜，死二三岁啊、哦！兄弟们，谢我银正哥啊、哦、的帮助。兄弟们来，想帮助这孩子上个特效来，家人们。感谢我鸡哥送来的黑羽化器，谢我鸡哥。还有没有大哥大姐愿意帮着的兄弟们？挺可怜的一个孩子。感谢我亲爱的送来的恋海。兄弟们，我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造化了啊！还有没家人们？愿意帮就帮一把，没有帮我撤。感谢狼哥帮助一个六六六啊！谢谢。感谢冰雨哥啊，帮助一个六六六，老铁们来，有的帮帮上一上。谢一凡帮助一个六六六啊，我不需要多，老铁们，咱能上到二十万票我就帮他，老铁们，赶紧加入来团。我这人吧，有始有终，兄弟们，我可以灭，我也可以帮，啊，超度他。现在还差十九万票，老铁们，还有谁能上一上？贺哥在呢，啊，在呢。还有谁想帮一帮的，兄弟们来，还差十九万票。还有助力的没？回去吧，我看看有没有人帮他。没人帮我，我就回去。有人帮，咱就帮他一把。感谢路南啊！这孩子可能还在这呢，来看看来，看看还在这。感谢王牌飞行员，是不是还在这呢？还愿意跟我走吗，孩子？还在这呢，啊，还在这呢。别让他跑了。感谢当我取过他啊，谢谢帮助一个六六六。还差十九万票，兄弟们，啊、嗯，没有几个大哥出手的话，应该是费劲。老铁们，没有几个大哥出手的话，肯定是费劲了，兄弟们。其实老铁们都希望我帮他，啊、哦，但是没有香火，真的帮助不了啊、嗯，因为这个是需要法力的，兄弟们啊、嗯，得需要加持。站一团干嘛的？可以群聊啊，可以群聊，里面可以说话。还有吗，家人们？还有没有帮的带个头啊？欢迎元哥啊，欢迎到天上看看。老铁们，有的扣个一，没有我撤了。来，家人们，有的扣个一，来，没有我撤了，兄弟们。欢迎彩儿妹妹啊！有没家人们？在群里。孩子，对不起了，今天帮不了你了啊，帮不了你了，孩子啊，对不起了啊，我今天也挺他妈拉的，我今天也挺难的。没人帮我就撤了。
兄弟们啊，飘也没灭了，这个肯定是灭了。人家要是帮的话，肯定都能帮。咱家是真没人帮的，啊，咱家是真没人帮的。